近年来，学院不断加大教学力度，训练机型向作战飞机扩展，组训空间向跨区陌生空域延伸，训练的难度、强度、时度持续提升。我们大力传承弘扬东北老航校精神，努力把学院打造成空天战将孵化地、理论教研深耕地、先进装备试验地，奋力实现一流空军飞行院校建设目标。